好，现在超级爱蛋挞正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看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最出名的水上之都。本期视频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威尼斯水上之都的旅游攻略，不但游玩方便，还有一些防骗的技巧。那么来这里呢，我都知道很多人都会问住在哪个区域比较方便啊、安全啊，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接壤的威尼斯有三个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威尼斯岛、梅斯特城，还有一个就是丽都。那么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很多人来意大利的威尼斯会选择居住的地方。那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在来之前的时候呢，都查了很多关于酒店啊、住宿、选择区域的这些相关的资料。但是当我来了这里威尼斯进行深度旅游以后呢，我发现很多网上的这些攻略对住宿啊、酒店的区域推荐，都与现在真正来到了威尼斯旅游的感受稍有出入。加上因为2023年的新冠疫情刚刚缓和恢复过后呢，欧洲政府、威尼斯市这边的旅游市政局对新的游客规定又有了相关的改动，所以呢，这些也是很多网上的攻略没有提到的。稍有不慎呢，身为游客的我们在没有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很容易踩坑。在本期视频里面呢，除了跟大家解说一些来威尼斯必玩的一些景点啦、项目啦，还有一些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旅游的建议跟小提示，一会儿大家做一个很全面的整理。希望通过这期影片可以帮到大家来威尼斯更开心轻松的游玩。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吧 ，Go！第一个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威尼斯的机场交通。那么很多人都是从乘搭这个飞机来到威尼斯的市区的，那么来到这里呢，才发现原来威尼斯它有分主岛、外岛，还有其他的多个群岛。那么我们要去的威尼斯的这个旅游的地方呢，就是主岛。那我们抵达的马可波罗机场呢，就最近外岛，叫梅斯特。跟大家分享一下呢，马可波罗机场距离威尼斯的这个主岛有13公里。那么下了机场呢，可以最直接进入威尼斯的方式就是搭巴士啦。大家提完行李之后呢，一出去外面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自助售票机，那么上面都有写从机场到岛外或者是在岛内的不同的这个巴士以及票价，单程呢就是10欧，往返就是18欧。那么如果要是朋友们住在岛外呢，也就是梅斯特雷区呢，就可以跟我一样去蓝色的售票机买。那么如果要是住在岛内的话呢，他们还有就是水上巴士跟陆上这个交通的联票，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适合于你的住宿的地方和酒店的这个区域。从机场到主岛内还是主岛外的价钱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住宿的地点选择你们要的那个区购买这个巴士车票就可以了。那么我就会先从交通攻略方面进行解说，然后就是这地方的区域，还有行程的推荐、安全的事项，这四大要点。大家都知道威尼斯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上之都，坐落在闭环海湾形成的一个岛湖之上。那么根据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主岛被运河分割成了118座小岛，那么它这个交通呢，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那威尼斯主要被划分成岛内与岛外，一般大家来到威尼斯会去的几个区域呢，就如地图上所标示的地方，比如与威尼斯主岛最接近的内陆区域梅斯特雷，抵达威尼斯最接近的马可波罗机场也在这个区域，威尼斯中间画红圈的就是主岛部分，红色区域旁边的小岛呢，比如彩虹岛、玻璃岛、丽都岛，它们都是一些旅客最热门打卡的地方跟景点。
如果论交通住宿都方便的话呢，个人最推荐住在梅斯特雷区。内陆呢靠近机场，坐火车或者公交直接去主岛也就10分钟左右，十分方便。重点是对游客十分友好，尤其是带大件行李的旅客，以家庭为主，有孩子婴儿的旅客呢是十分之便利的。因为等你去了威尼斯主岛内，里面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拱形桥，一个电梯都没有。如果是很多行李或者是婴儿车的旅客，绝对会让你搬到崩溃。那我们现在呢就去坐梅斯特全赤通的这个2号巴士，就可以去到威尼斯本岛的罗马广场。这个是所有的陆上交通，也就是说巴士汽车可以到达威尼斯的最后的一个地方。那么所有它跟巴士站也都是在一个区域的，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拍个照。那么如果要是乘搭2号巴士的话呢，它的公价都是1.5块欧一程单程，那双程往返的话3欧。那么我在这边住的几个酒店都可以买到，他们酒店里面都有售这个票，就是这样的蓝色的小票。那我买的就是双程，早上去完然后晚上再回来，就属于是 open ticket，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买。那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交通参考。那么如果要是去到了罗马广场那边呢，就可以去 ACTV 买这个水上巴士的这通票，它有分1日、3日还有7日，也有75分钟的，那么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来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呢，这也是其中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性城市，那么可想而知这里的扒手啊、骗子啊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在卖票检票口的时候呢，大家千万要小心。我刚刚在买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人呢，就是她可怜兮兮的带着哭腔跑过来问我说，你要买巴士通票吗？我这里呢正好刚刚不小心买了2日的通票，因为我的航班是明天起飞呢，那也就是变相说我现在买的这个通票呢，这个时间根本是对于我来说没有用的。但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呢，我可以打个半价给你，原本是30欧，那你从我手上买的话，我10欧就可以卖给你了。这样的话大家都是出来旅游，都能帮双方节省了这个金钱上的浪费，他又可以以低价的票价卖给我，然后呢自己又不用再支出多余的金钱，这样的话对于两方都是非常好的。乍一听我觉得很有道理，正想帮他买的时候呢，我留意到这个女孩的包里面有一搭火车的通票，那显然又有这个怀疑的成分。后来就还是想起来那句话，出门在外便宜莫贪。随后他看我不答应了，转头又去找一个外国的老太太去卖他的这个票，还是用同样的话术。那这个老太太就很好心的帮他买了一张。我看他买完票进闸口的时候呢，果然这个机子显示的是通票是无效的。他发现这个票没有效之后呢，赶紧回头想去找那个女孩子，但他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了。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我亲身看到的一个骗案，提醒大家来威尼斯无论是买门票还是水上巴士这些船票也好，都要去正规的门店购买。那我们现在位于美斯特 Mister， 那这里呢如果过一条跨海大桥，这里叫自由桥，就可以直接到威尼斯本岛。如果要想考虑比如说住宿啊交通便利的旅人呢，就可以来这里火车站的附近。那这边也有一些比如说租房啊或者是卖房一些中介公司，那可以给大家拍一个价格做一个参考。看这边的当地的房价，像叹息桥附近的这个区域，这属于威尼斯岛附近来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公寓啊，这些价格，一房一厅，都挺好的，还有家私齐全。这个就是美斯特火车站附近，也是美斯特 Central， 就是市中心附近。
它的楼价都可以，如果要是跟英国相比的话，这边可能要更便宜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走来了这个巴士站，几乎每一个接口呢隔上步行六七八分钟的距离就会有一个，然后呢就是二号。我们现在在 PIAB 这个站，然后它终点站就会到 Venezia， 就是威尼斯岛的这个主岛这个地方，罗马广场那儿。那去威尼斯本岛呢，乘搭跨海巴士或者是火车直达都可以到，但是火车的不方便之处就是他们下午6点钟就会停止行驶，但是巴士呢到晚上的10点钟甚至连夜班他们都有的，所以这一点就比较方便。那水上巴士的购票呢还有省钱的小攻略，如果你是青年，比如6至29岁呢，就推荐可以去买一个最划算的青年优惠套票，它有一个3日券，也就是 Rolling Venice Card。那如果是超过29岁的话呢，那么就根据你停留的天数，比如2至3天的话，就可以购买48或者是24小时的套票，这样的话就比较划算一些。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威尼斯主岛入口的罗马广场，那么左边呢就是巴士可以最后接壤到达的车站，那么右边呢就是衔接整个非常漂亮的水上大运河，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威尼斯浪漫的水上之都啦。那来威尼斯买水上巴士的任何行驶通票都很方便，前面这个红色站口呢就是人工售票处，那再往前走呢，黄色的那边码头呢就有这个自助售票机。如果是想购买青年票的同学们呢，记得一定要带上你们的护照哦，这方便工作人员核对我们的年龄信息。在有效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无限次乘搭水上巴士、轻轨，还有刚刚说的这个地铁也可以，但是不包括机场路线呢。一会儿就可以坐船出发了，去岛内里面游玩。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去这个意大利最出名的一个岛之一——玻璃岛。那么就是在前面坐3号游船，这边呢就是2号。就是我们的这边最靠近罗马广场的那个码头呢就是2号，反正它上面有写字，就比较容易认1号2号3号这样。那我们现在去3号码头就可以直接去玻璃岛啦，出发。真的天气太好了，看一下后面。然后这边呢附近就是真的是水上之都，随处可见的游船。那我们可以沿着两岸走，然后可以过桥。这边呢现在就是3号码头啦，就是我们要去的玻璃岛的码头。那我们现在就进来3号码头啦，在码头的每一个站点都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报站牌还有时间表可以做参考。我们现在要去的玻璃岛 Murano 和另外一个彩虹岛其实呢是威尼斯这么多岛里面最出名的观光群岛之一。那么彩虹岛顾名思义就是很多有彩色的小房子，那玻璃岛呢就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呢是世界领先的玻璃制造中心。那提醒一下小伙伴们，从主岛入口到这个 Murano 玻璃岛或者到彩虹岛呢都要在玻璃岛这边先转船，所以如果是想规划一下一日先在附近群岛旅游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先到玻璃岛再到彩虹岛最后再回来主岛观看一下附近的这些著名的名胜风景。如果是对行程规划时间比较紧张的小伙伴呢，那就在这两个岛屿中选一个其中出名的看一下就好了，毕竟我们的船票还有时间规划都是有限的，最主要的还是要把精力放在主岛上面，那边的景点比如说圣马可广场啊、大钟楼、总督府都比这些小岛要值得去看的好很多。
另外，大家都知道威尼斯运河跟小路纵横交错，所以呢，水上巴士线路也是很复杂的。那么像我呢，就整理了两个比较容易的路线给大家分享一下。常用的就是运河上的一号，也就是我们说的慢船路线。二号线呢，就属于快船路线。那么他们可以到达由主岛到附近几个岛的船线，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的玻璃岛和彩虹岛，一号跟二号呢都是可通到达的。所以呢，这里就很建议大家可以买，比如说75分钟或者是一日通、三日通的这个船票，在有限时间内呢，可以玩转很多岛屿，还有包括附近的这些群岛。如果要是只是单程购买的话呢，一次就是9.5欧，就比较不划算。所以的话，像我们这次买的就是48小时的通票，玩两天就非常的足够啦。那么也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好的旅游攻略参考。漂亮的玻璃岛，玻璃岛它不是玻璃制成，那它为什么叫玻璃岛呢？因为这里面岛上的所有的工艺品都是由玻璃制成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 Murano 玻璃岛，那么这里呢，其实就像一个童话小镇一样，建议观光时间呢，大约1至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这里也有一些林立满目的商店，那么开门时间呢，大约都是从早上9点钟就开始了。这些商店正如其名，有着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玻璃彩釉。那么走下船以后呢，感觉到就是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偏安静悠闲的岛屿，拥有着自己的大运河、迷人的玻璃商店，还有这些人行道的咖啡馆。那玻璃岛能这么出名，在整个威尼斯的群岛里面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来这里观光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它是在整个中世纪晚期跟文艺复兴时期呢，成为了这个世界领先的玻璃制造中心。那么在日本，比如说富士山的玻璃博物馆也有在介绍这里，所以可想而知它是非常的举世闻名的。而且呢，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玻璃都是进口的，大多上面都会标注由欧洲原进口制造，来自于这个玻璃岛。但是来了这里才发现呢，原来真正的玻璃手工艺制造是非常昂贵的。比如由真正传统手工艺布拉诺玻璃制成的小小的跟手指一样大的玻璃娃娃呢，已经1000欧左右了。那么可想而知呢，现在市面上说的所谓的玻璃岛原厂制造，都是一些冒牌或者是伪造的。所以呢，这也是促使了很多游客来这里一定要来原产地购买这个玻璃工艺品的原因啦。那我们现在就从小街走出来，来到了玻璃岛的主道。这条大运河也是十分出名的，横跨40多条拱桥，两边的街道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工艺品店，所以随便逛逛都是一种别样的享受。那我们差不多逛完了玻璃岛，就赶紧抓紧时间到下一个岛彩虹岛玩了。那么像彩虹岛的时间行程也是差不多30分钟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留好时间，因为我们这个Daily Pass 呢，这个计算时间是从验票那一刻开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行程时间，做合理的分配哦。那从玻璃岛直接坐一站呢，就来到了彩虹岛。这里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以彩色的房子而闻名的。彩色岛大小跟玻璃岛其实都差不多，那么大部分人都会聚集在这个拱桥这里拍彩色的屋子，两边呢都是一整排的纪念品店，这里也是专门制作蕾丝制品而闻名的。整体来说，如果大家在威尼斯停留的时间较长呢，充裕的话，就可以两个岛都去看一下。那个人觉得玻璃岛是比较有趣一些的，大家还是尽量留多一点时间去威尼斯的本岛玩，毕竟那边的建筑还有教堂观光的景点要比这些小岛多很多。那我们现在就坐返程的船呢，回到了威尼斯本岛。那么这里呢，就是最著名的威尼斯总督府，
还有各式各样的大教堂、钟楼的集聚地。大家记住喽，不论是在去本岛 Murano 还是 Burano， 只要你有买24、48或者72小时的无限乘搭券，都不要吝啬善用水上巴士的这个通票，用有限的时间玩更多的地方，何乐不为呢？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对超级爱蛋挞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更新，下期为大家带来威尼斯主岛更好玩有趣的旅游攻略，请记得时刻关注，别忘了给我点赞爱心哦，下期见喽，拜拜。